被酒店赶出来了。今天到深圳朋友这边来，然后晚上太晚了就没回去住酒店的，结果因为这个核酸检测报告，阿璇的应该是昨天下午做的核酸，然后八点55出的结果，现在来住酒店，现在已经11点了吧，结果就超过24个小时了，然后就不给住了。今天晚上是住在路边，露宿街头了，当流浪。今天我当流浪了。露宿街头了，物价可贵喽！怎么？怎么弄啊？走吧，去吃好吃的吧。走吧，去看一看吧，看有什么好吃的。The next morning， 哎呀，可怜的孩子，昨天晚上没有24小时的核酸，就只能去朋友那里睡了，到晚上1点多才睡觉吧。然后我住酒店，他睡觉。可怜的孩子，起床了，去吃早餐了。昨天晚上没睡觉吗？昨天晚上没睡觉吗？累了。走了，去吃早餐吧。走。去看看外面什么好吃的。走。深圳早餐有什么好吃的？没有什么好吃的。没有啊。那就不用吃了呗。走。走了啊。我们现在去找东西吃早饭。深圳的旗舰车比较多啊。有啥吃的呀？奶油面。我有炸粉，吃那个粉的。吃米粉吧。细米粉还是粗米粉？细米粉。粗的。但是有炸，我不吃啊。有牛肉没有？牛肉、牛肚都有啊。好，还是这个粗的对。你吃哪个面？手工面、卷腿面。就那个手工面。这个哈。一个牛肉的，一个牛杂的。好，牛肉的24，牛杂的15，可以吗？好嘞。你打45啊？15。啊，15啊。对。你要炸骨头，炸牛骨。哦。好，谢谢。那是牛头熬的汤吗？对。汤的。对，都有生姜。潮汕的。蒜蓉，你们是哪里人？河南人吗？河南的。我就说嘛，怎么这么声音这么亲切？是不是？河南的。河南的来这儿了吗？来这里一到走到哪里都见到老乡，对。喝个水哈，天热哈。谢谢。还送了2瓶饮料，茶饮料。可以哦，你把网上让网友看一看，河南老乡都到这边来吃。味道应该还可以，还没吃呢，还可以。别虚假宣传。但是好香的，老公啊，朋友啊，他住的地方挺好的，我觉得。你想来深圳？你想来深圳住吗？不好意思，这个不批准。而且我还以为这深圳房子应该会很小那种啊，但是我没想到它房子比较大哦。这罗湖是老区吗？老区之前盖的房子，所以比较大一点，宽一点是吧？对。就像现在是会小一点吗？应该是吧。我觉得那个房间挺宽松的，也要100多以上的平方啊。有几个房间？四个房间。他们是合租的吗？是啊，合租的，但是只有两个人住嘛，还有2个房间嘛。然后一打开门，然后反正那个空气啊，还有光线挺好的，空气和光线也挺好的。深圳现在去哪里？但是有书的，我觉得是不是啊？有书，比较花园城市。这空气比较好，是什么来着？花园城市。花园城市啊。对。啊，我
广州就是花城，对，花城还是花都？花城。嗯，花城。花都也可以的。这个是花园啊。对，这个花园。去哪里都是舒的啊，就感觉比较舒服的。嗯。然后深圳这边他们生活节奏比较快。是。嗯。其实就是来深圳呢，也没有去哪里，也像是网友说要去哪里哪的，然后有越南的，有越南的小吃一条街啥的，我们也没有去过，也不知道在哪。然后昨天在那里吃了泰国菜，挺好吃的。一个越南人跑到中国来吃泰国菜，因为天天在中国吃中国菜了嘛，泰国。菜我没吃过，昨天吃的挺好吃的，是吧？嗯，昨天也没有忘记，又忙着吃，也没有忘记拍给大家看，我吃了一些东西。你吃什么都好，都好吃。来给大家看一下这粉，哇，这是好大的一碗哦，真多呀。嗯。还有辣椒，嗯。尝一尝哦，这一碗是25是吧？一碗20。嗯，尝一口啊，先尝一下汤。嗯，都是牛肉味的，牛肉面的牛肉味就对了吗？废话吗？嗯，很好，很好吃的。哇、真是这碗真的太大了，吃都吃不完。跟在河南一样，而且这也挺便宜的哦，肉好多吃还吃不完啊，啊，太饱了，好实惠哦，这里我还以为这碗要50多块钱，我们现在回去咯，回广州了，哇，深圳，没想到深圳树这么多，深圳的绿化跟新加坡很像。嗯，它是模仿新加坡的城市规划的，哦，拿了很多钱，就是拿钱堆出来，对对，好吗？挺好的，树多，空气好。